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安，欢迎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万妖领域。好，旭哥今天来分享这游戏啊，版本最强的 T0 神角啊，可以免费拿，这个有终身的免费连抽，可以无限抽到爽啊，终身每天都可以抽到爽。那开局呢，很多隐藏版的福利直接给大家，像是有一些虚宝啊、礼包码、啊，这边直接在开头就分享给大家。哎呀，这边礼包码在这边，229 O B N U M B E R 一，然后 Y A 229 O B N U M B E R 一，然后 Y A， 这个是礼包码。那兑换方式呢，在大厅点头像，然后点角色资料，再点击礼包序号，就是礼包码序号虚包码，这样就可以输入啊礼包码。还有好几个一起分享给他，像是有这个雷电的礼包嘛，独家的哦，有黄金宝箱，然后元宝，还有高级金链石，这个就是到雷电他们模拟器的界面去拿，一样有这些东西。那兑换方式一样，到雷电模拟器，然后雷电商店礼包领取，所以很多福利啊。好，直接在开头就分享给他，那后面还要讲这个可以无限抽到爽嘛，然后有些角色的推荐。最强的阵容，最神的组队，当然最强的攻略都在这边。那我们就进入游戏 ，Let's go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，独家最新。三年前比较红的那种风格，有没有？那反正就是把《西游记》呢弄成这个放置型的 RPG 玩法。看起来画面是还 OK 的啦。像比较应该用什么形容呢？应该像是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的《西游记》版本嘛。反正就是放置的玩法，大概就这种感觉。那这种手游呢，也出了非常的多。哇！但是有欧派，有香，可以。退邪念，化慈悲。反正看起来前面的动画做的蛮精致的、啊，旭哥是还蛮喜欢这种风格的。那、啊、这个感觉是还不错啦，整体来讲，前面的风格。算是旭哥喜欢的那个卡曼动漫的那种风格，还不错。好，旭哥来分享这个游戏官方认证啊 ，T0 最强的手抽，最强的神角排行榜。那首先呢 ，T0 呢绝对是我们西游的主角嘛，孙悟空，孙悟空绝对是必推的。那接下来还有像是蓝婆啊，然后观音、玉面狐狸。然后孟婆还有阎君，这个是官方认证的 T0 最强的神角，这个 T0 的角色，总共有孙悟空、蓝婆、观音、玉面狐狸、孟婆，然后阎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只角色。接下来 T1 等级的话呢，有千手妖姬，然后白骨夫人、彼岸花、弥勒佛、唐僧，还有沙悟净，也没有猪八戒，可怜。总共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一样六只角色：千手妖姬，然后白骨夫人、彼岸花、弥勒佛、唐僧，还有沙悟净。这个是 T1 等级的 ，T1、T0 基本上都是可以练的，都是最强等级的，都还不错。直接把排行榜让大家看，所以直接可以完全的攻略。那接下来是 T2 的，就是有红孩儿，然后孔雀公主、金角大王。三只角色 T2， 那 T2 和 T3 基本上就是不太需要考虑了。那 T3 就是太乙真人，然后东海龙王、托塔天王还有天后，基本上就是比较不太需要特别去练的角色了。好，那前面的话当然是获得 T0 的角色呢，就是一定是强势的培养嘛。T0 的那六只，因为强度最强的。那角没有的话呢 ，T2、T3 就是交替使用啊。就是加减用这样，算是平民角啦 T2、T3 的，所以还是以 T0 为主啦，孙悟空、蓝婆、观音、玉面狐狸，然后孟婆还有阎君，
那 T1 就是作为辅助，然后 T2、T3 就是拿来就是替换这样，加减用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官方认证啊 T0 最强的手抽最强的阵容推荐啊，这个必拿的神角阵容。首先像是有孙悟空、判官，然后欢喜罗汉、黑白无常、阎罗王，还有济公。这六只角色搭配起来是官方认定最强的手抽最强的阵容，因为孙悟空大家知道 T0 的神角嘛，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阵容都会有孙悟空，然后再搭配其他角色，因为这个稀有手游基本上主角孙悟空。好，那下一个阵容呢是孙悟空加上六臂哪吒，然后加托塔天王、文太师、镇元，还有火灵圣母。这也是官方认证最强的阵容，孙悟空，然后六臂哪吒，然后托塔天王、文太师、镇元，还有火灵圣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下一个阵容是孙悟空加上通风大圣，然后牛魔王，然后金翅大鹏、红孩儿，还有铁扇公主。这个阵容，红孩儿、铁扇公主、牛魔王，这个阵容看起来蛮爽的，都是蛮有名的，一样六只。然后最后一个阵容就是算是悟空队啊，他们有唐三藏啊、猪八戒、孙悟空、沙悟净，基本上都有了。所以猪八戒中有猪八戒、唐三藏、这个孙悟空、沙悟净、济公，加上欢喜罗汉，这些角色都也都不错用。那最主要就是核心角都是孙悟空啊，这个稀有角色就是蛮好理解的，所有的核心的神角都是孙悟空，那也是 T 0的神角，所以大家知道手抽要抽什么角色了哈。核心角绝对就是孙悟空，以孙悟空来建队，这样作为这个 T0 最强的神角。好，分享给大家这个最爽的攻略了。好，那旭哥来分享万妖领域啊，我是叫做自在西游，反正就是很多名称。这个游戏呢，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的需要各种就是福利啊，终身免费十连抽就是无限抽了，每天都十连抽的意思啊。各种最多礼包嘛，隐藏版的序号福利啊，各种必拿的，像是刚刚都有讲嘛，最强神角排行榜这边都有，刚好看到。那这边就有虚宝，你只要留言啊，他就可以拿到隐藏版的虚宝这边，像是30个虚宝嘛，隐藏版的序号啊，福利这边，然后钟馗啊一个，然后买卡点数1000点一个这边，然后这边有红孩儿。红孩儿一样留言应该也可以拿到很多资源，那有没有牛魔王啊，然后大鹏金翅、铁扇公主有没有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抽奖活动，一样是留言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，这样都是可以拿到很多福利的，这边可以抽买卡点数，所以虚宝啊、礼包码这些都有啊。来往下看一下，预约有奖励，好像有一个事前预约网站嘛，我看一下，事前登录，是这个吗？这边有一个网页，网页预约的话也是有一些福利，这样，手机啊输入，然后这边。什么钟馗啊，什么福利，然后隐藏版的序号都可以拿得到，还有可以拿到银两啊，然后梨花酒元宝200个，什么千玉环这边，然后有这个哦，九尾之恩返限定的称号，隐藏版的神装，这边蓝色装备套装，隐藏版的称号加神装，然后限定头像框元宝200个，然后还有随机成将元宝这些东西。然后这边就是香香的妹子嘛，刚才旭哥都有分享过。那当然，最强的神角排行榜刚才已经给大家了，大家可以最完美开局。好，各种最爽的福利都在这一集攻略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所有攻略。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